我是吴医生，英国的糖尿病专家。全球研究表明，如果你成年后患有糖尿病，新冠病毒带来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更高。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是接种疫苗。如果提供给你的话，疫苗已经过数百万人的测试，没有动物产品，也没有酒精，请不要听信没有被证实的信息。如果你有顾虑，请同你的家庭医生讨论，注意安全，出门戴口罩。